小三，你的第四魂技是什么？给我们看看呗。这就是我的第四魂技。这四位是你们的替补队员，只要每场都赢，这些就不重要了。在预选赛中，你们七个小怪物只能上三个。你们都给我精神点，我们可是要拿冠军的。癞蛤蟆也想拿冠军？老子让你知道谁才是癞蛤蟆。这不是苍辉学院的吗？怎么还敢来挑衅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小白孔门的主人来了。走。主人来了，果然不一样，真听话。好了，胖子。这个老家伙竟然去了苍辉学院。老师，那老头是谁啊？您认识？他叫十年，武魂残梦，性格睚眦必报。残梦？难道是幻境？还有这样的武魂？他那武魂难缠得很，就算是比他更强的人也不愿意和他斗。开场了，我们走。宁宗主对这届比赛有什么看法吗？我知道一支队伍或许可以为帝国带回冠军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索托诺魂堂的主持人，很荣幸能够主持本届范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开幕式。首先，我们有请本届的28支参赛队伍入场。率先入场的就是我们天斗皇家学院二队，也是我们天斗帝国最强实力、最杰出的代表。而他们这次的口号是“无坚不摧，奋勇向前”。相信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对他们充满信心。皇家学院居然有这么高的人气，我们可千万不要抽到他们啊！为什么？我们这么强，到时候要是暴打他们，还不被观众一人一口唾沫淹死啊！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接下来出场的是五大元素学院，他们也是本届大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。最终究竟哪一支队伍能在预选赛脱颖而出呢？实在让人期待。在他们之后的是植物学院，最后入场的这支身着奇异校服的队伍就是史莱克学院。他们的报名口号是没有对手的冠军，想必他们是想以另类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名字，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。
这么丑，哟，还成着冠名广告呢，难道是给臭豆腐代言吗？老大，我们会用实力让他们闭嘴。快看，你们看看第一排的三位。哪三位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哎，那么远，能看到才怪呢。是上面。哦，你都认识。最右边的是我爸爸，三哥，你见过的。爸爸左边的就是天斗帝国的皇帝陛下，雪夜大帝。原来他就是雪夜大帝。皇帝陛下左边的是天斗城武魂圣殿殿主，也是武魂城四大白金主教之一的白金主教萨拉斯。哼，他可不是个好东西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天斗帝国皇帝陛下宣布本次大赛开幕。天斗帝国皇帝雪夜，代表天斗帝国，也代表本次大赛的主办方，郑重宣布，泛大陆高级魂师学院金鹰大赛现在开幕。希望参加本次大赛的所有魂师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，获得好成绩。你们都是天斗帝国的骄傲。下面有请七宝琉璃宗宗主宁夫之先生为大赛致辞。很高兴能够受邀作为此次大赛开幕的嘉宾，本座曾见过太多魂师的起落，只有不断磨砺才能带给人成长。正如陛下所说的那样，今天你们为帝国争光，明天帝国将以你们为荣。宁宗主，您作为最强大的辅助系魂师，请问看好哪一支队伍呢？本座确实看好了一支夺冠队伍。不知哪支队伍能得到宁宗主的青睐？这个本座还要卖个关子，不过最后的冠军一定属于帝国。很遗憾没能从宁宗主口中套出他看好的队伍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次大赛的公证人，武魂殿白金主教萨拉斯大人。朋友们，万众瞩目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厉
准备把这朵花给哪支队伍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天斗皇家学院了，那可是天斗帝国的骄傲。大师，为什么进场的每一位观众都会得到一朵蓝色的小花啊？这虽然是天斗帝国最常见的一种花，但它代表一种真挚并且深沉的爱，人们常常把它献给自己支持的学院。至于怎么给嘛，你一会儿入场就知道了。请萨拉斯大人进行第一轮预选赛的抽签。天斗皇家学院二队，虽然是二队，但也是出自天斗皇家学院，恐怕实力也相差不多。老师，既然你们这么自信，就给你们加个限制条件，一分钟之内取胜。一分钟？怎么可能啊！三哥，让我来吧。不，还是按原计划来，你的实力需要隐藏。好吧。学弟放心吧。事不宜迟，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首场比赛正式开始，有请双方队员上台。如花，快看，是三哥他们。来了。这是什么学院？竟然还有人为他们加油！我也不知道，估计也是一些杂鱼烂虾，无所谓了。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今晚的主角，万众瞩目的天斗皇家学院二队。老白，这次大赛比以往都隆重了。为什么他们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能上展示台，我们史莱克学院却不行？这样也好，更有利于我们隐藏实力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要损失多少广告费啊？只有六个人。天斗迷魂，大陆纵横，皇家学院称霸一天。
小三，你来安排吧。稍后出场的有慕白、我、小五、精灵、黄宇、绛珠、泰隆。按照第一套计划行动，一分钟之内取胜。对，一分钟。